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锋芒科技，我是小易。说起苍蝇，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十分讨厌的物种，尤其是在夏天，苍蝇非常多，露天放的食物一不小心就会被其碰一下，会导致食物发展腐烂变质，所以人们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去灭掉这种生物，但是其繁殖能力之强，想要将其消灭真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只能尽我们的力将我们身边的苍蝇减小不少。今天我们就是要介绍一个灭蝇的神器，这款神器是由外国人发明的，其主要的优点就是在灭蝇的过程中不需要使用任何的化学物品，也不需要你拿着它到处走，只需要放在那里，它就可以自动吸引周围的苍蝇过来，让它们有去无回。这款发明叫做花瓣状捕蝇器，其主要就是在垃圾桶上面钻一个3.8厘米的小洞就好了，然后将这个特定的装置装在上面，在下方再连接一个小纸盒，然后你就可以放心的坐在一旁坐等收益了。灭蝇神器上面还有一个小孔，主要就是为了吸引苍蝇过来，然后将其吸引进洞口里面。这个装置的设计就是只能进去不能出来，所以只要苍蝇进去出来基本是没有可能的了，这也就达成了我们灭蝇的效果。根据其测试，一个小纸盒基本可以装60多只的苍蝇，等到装满之后，只需要我们从上面按一下按钮，这个小盒子就可以直接掉落在垃圾桶中，全程都不需要我们进行参与，也防止因为苍蝇传染我们一些疾病。这样的黑科技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，让我们生活产生最大变化的也就是这些黑科技，更要感谢他们的发明者，要不是他们，我们似乎也没有这样便捷的方式来生活。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，由锋芒科技剪辑完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